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服骑射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46集啊。我们今天接着给大家分享这一套世代精选系列博派五人团结组。这名字真的太长了啊！好了，开路先锋啊！这个套组里头的来给大家介绍，应该是第三款了啊，是一款 Deluxe 等级，但是它身高特别的高，但是呢，它依然保持了一个基本人物的完成度了啊。虽然说有一些偷胶，那肚子里头也是空了，但是呢，它的包覆程度呢，我真的觉得也不算太差了啊。那所以这个当时的基础模具呢，我给它的分数还是比较高的。那如同前面几款玩具啊，都会觉得。这一次所谓的动画配色啊，真的是给人感觉还是比较朴素的。先前在这个地球崛起的这个状态下，这个黑色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好看，尤其是这两个一对比之后，你会感觉这种更加的有一些质感啊。就一个面雕的部分来说的话呢，它这个脸黑的会反光啊，那感觉还更像人类了。而这款灰色的话呢，就感觉似乎是就像我们拍照的时候呢，觉得这个照片怎么灰灰的，似乎不够通透的感觉，看上去其实是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点的，哎呀，就是有一点闷的配色了啊。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啊，这款模具本身的表现啊，头部是一个球冠，然后手臂的平举啊是完全没有问题，可以举到这么高，360度的转动啊没有问题，手肘呢也可以弯超过于90度，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啊，附带了一把枪，还有一面盾牌，盾牌在车型态下啊形成它的一个车子的一个背后的顶部。那脚的话呢，前后啊踢的话呢，这里稍微要去躲一下啊，然后后面踢的时候呢，就会去限制到了，平踢，膝盖的话呢是双动关节，也可以折这里，那所以说这个人物的话呢，他的一个跪地的一个姿势的话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轻松就能够做出来的啊。有记得当年啊，老肖呢在做玩具开箱的时候呢，他都会用一个高跪姿啊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如果这个人物能够做出高跪姿的话，表示他的一个下盘设计是非常之不错的啊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他的变形啊，变形也是比较好玩的啊，在 Deluxe 等级的玩具里头还是有一定的乐趣的。首先把后面这个卡扣呢给松开，松开之后啊，这个地方腾出空间之后呢，我们就能够顺利的把这两个武器啊部件给收下去，然后呢头给往后掰下去。这款的一个可能玩具比较新啊，稍微有点紧，然后呢整个一个胸口的这个部分呢往上面抬起来到这边。那这里要记得，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是往前面啊，待会是折成这个啊，是往上面掰，然后往下面折。那我们先把这个下半身这个部件呢整个给往后面推到这里，推到这里之后的话呢，红色的这个部件呢要推进去这个凹槽里头啊，把它给推进去，然后呢膝盖直接的往上面折一个90度到这边。那如果愿意的话呢，你要先把后面这里扣起来也是可以的啊，这里先把它扣起来，这样形状就更加的完整了。这个引擎盖的话先往上翘一点点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手臂啊给塞进来，放到这里头去啊，来放到这里面来，这里折下来。那记得啊，这个手臂是要往上的，往上啊，我们先把它给推进来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，把它给往里面推进来。好，推进来之后啊，你要注意到的是呢，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凸啊，这个凸是要卡进去，这个应该是这个缝里头啊，这个缝里头，这边，这里记得这里有一个凹槽，它是一个手臂是一个双动关节，记得把它给推进去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灰色已经扣进去这个凹槽里头了，另外一边这边就是没有扣进去，你看啊，这里要把它给。转进去到这里啊，你看这样子才是有扣进去啊，各位记得一下啊，这里尽量去把它给扣好，那这个引擎盖就可以往下面给放下来了啊。那往下面放下来之后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原本的这个车子应该说人形侧边的这个部件的话呢，就会到下面来，那这里的话呢一样从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啊。好的，那这个车头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再把它给做个简单的小密合，这里总而言之的话，就是这个地方要往内要压到底啊，不然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变形到位。拳头的话呢不用特别去转动啊，这样子的情况下基本上滚动性也已经算是可以了啊，这里可以再压进去一点，好，这样会再更好一些。那这个盾牌就直接的把它给扣上去，
好的，那武器的话呢啊，就只能放在上面哈，还算可以的一个搭载啊，因为你拿掉的话呢是一个洞在上面，真的非常难看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开路先锋这个模具啊，变形成车辆的一个形态。那作为一个地球的载具的话呢，这个我是觉得吧，我还是能够接受的。那一如既往的呢，这个套装里头的一个各种点缀的话呢会大量的减少啊，像这个 4WD 啊，这个字体就不见了。那确实也是黑色的版本可能会看上去更加的好看一些，那加上它这个一样的这个红黄橘的这个点缀啊，在黑色上面就看起来会更加的明显，甚至连博派的标志啊，也是原本递出的这个白边的这个博派标志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啊，所以说吧，这个模具的话，我是觉得就基本上是可以跳过的啊。但是呢，包在这个五人包里头啊，是一件让人非常蛋疼的事情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